您好，您的快递，请签收。嗯。出国深造，那你跟熊飞怎么办？熊飞知道吗？那你哥知道吗？天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啊？你看你跟熊飞，你俩都没有确定恋爱关系，你一去就是两年，熊飞怎么想？哎，圆圆，这样，你先别担心，咱们先呢往好的方向想。你出国深造，实现梦想；熊飞呢，虽然你们没有确定恋爱关系，但是他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守身如玉，等你回来，最后学业爱情双丰收，完美。我怎么说的，我自己都有点不信了呢？哎，你说爱情和学业？为什么非要两个同时来？不能一个先等等吗？明天还来吗？当然。我等你，有话对你说。嗯，熊飞啊，他说什么了？给我看看。你连我都瞒着，我白帮你保守秘密了。看看，行啊，他这是要憋大招啊！你不用担心了。他已经替你做好决定了，别不开心了，嗯，吃吧，挺甜的。圆圆，我回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买了面包。圆圆，我进来了。表现不错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你学会照顾豆包了，我当然开心。圆圆，我让斯蒂芬帮你联系的英国学校有眉目了，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吗？没收到也没有关系，我都已经帮你联系好了，你先过去学习语言，生活上的事情你也不用担心，有什么你就尽管去找斯蒂芬，他会帮你安排好。我不急，再等等吧。等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肯出国？
已经给你的校长还有教务主任打过电话了，他们都很支持你去留学，你的工作也不用担心，有人会帮你接手做好。机票我已经帮你订好了，你明天就走。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，把票退掉？退票可以，但是你要告诉我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愿意去？今天你就好好在家待一天，明天一早我送你去机场。新手机已经放在你箱子里了，到了之后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圆圆早啊。意思啊，今天收摊了。啊，